首届放放的森林亲子生活节于6月20日在北京通州运河公园举行。放放的森林亲子生活节是面向所有育有0到12岁孩子的亲子家庭所设立的全家体验型户外活动，园区中充满了各种冒险竞技游戏和新奇体验，让小勇士们和父母一起保护地球、保护森林，令每一个家庭的体力和脑力都得到十足考验，让家庭氛围更加亲密默契，让孩子从游戏中收获成长，得到积极健康的影响。活动倡导每个家庭能够放心、放手、放开玩，通过亲子活动使全家一起上阵，让父母陪伴孩子，让活动陪伴家庭，不仅让父母与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加深彼此的沟通协作，也让孩子在寓教于乐中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在游戏的同时还能欣赏到火遍欧洲的儿童舞台剧《小羊肖恩》和来自德国的儿童音乐剧《甲虫山谷》、大型泡泡秀等表演，各种中高端适合户外与儿童的餐饮品牌入驻，以及千种最前沿的家庭和儿童产品的展示及售卖。由专业品牌三夫户外提供装备的露营区也为活动增添了体验乐趣。放放的森林亲子生活节占地约4万平方米，设有游戏区、舞台区、品牌展示区、休闲区、售卖区和餐饮区6个主要区域，园区每日10点至21点对外开放。